In today's episode, we're in the old part of Taigu, and we're at the Song family mansion, which is the ancestral home of the Song fami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milies for Xing Yi Quan in the area. And we're going to meet Song Guanghua, who's the head of the Song family. And him and his students, his son and his students, are going to tell us a bit about Song family Xing Yi Quan.这个宋氏形意拳呢，就是主要是由宋世荣、宋氏的两位老先生传下来的。宋世荣和宋氏的两位老先生是拜形意拳的始祖李若能老先生为师啊。在过去来讲，就是我们宋家在北京是搞钟表修理和的营销的。当时山西太谷这个地方呢，比较就是说富有，是晋商的比较辉煌。 重要的一个重镇，当时很多的泰国人有了钱以后，买了很多钟表，没有人会修。就是他们的父亲那个时候就经常往来于泰国，后来就带他们就来到山西泰国。当时李若能老先生在我们山西泰国一个富商里面家里看家护院，因为他们都是接近于河北直隶那面的河北，因为北京也属于那个叫直隶那个。 老先生也叫直隶，他们都是那边的人，所以说都比较亲近。再一个就是说，因为祖上呢，宋家祖上就练拳，一看李若能老先生练的这个形意拳呢，比较喜爱。李若能老先生呢，又喜爱我们家的修钟表的手艺。后来两位老先生就达成个协议，就是说，李若能先生教我们的两位先祖，就是宋氏的形意拳。 我们家教他的后人钟表修理啊。哎，师傅，宋家之前是练什么拳啊？练划拳。划拳。划拳弹腿，啊，划拳弹腿。这个后来以后呢，通过就是说拜了李若能老先生以后，通过就是精心的传授，他们10年以后啊，这个功夫就比较就是说。 练的是相对是不错了。后来宋世荣老先生呢，又通过一个朋友，当时在就是沈阳工部的一个朋友啊，他是在那个工部里面有一个就是练武的这个秘籍，叫《内功四经》，他抄录以后转送给了这个宋世荣老先生。宋世荣老先生把得到的《内功四经》和原来家常的。 易筋经、洗髓经那边都有啊，易筋经、洗髓经结合和形意拳做了结合，形成了一个就是说，比较独特的一个分割的流派在形意拳中间。这个宋氏形意拳呢，主要就是以这个传统的形意拳为理论，用内功四定做指导，啊，形成了宋氏形意拳的这种风格。宋氏形意拳呢，它因为什么，就是说比别的更加就是细致一些，就是我们是在传统形意拳的理论的指导下，有内功四定的指导，内功四定更细化、具体化指导了这种练功的方法，它更符合人的生理，符合科学的一些规律。所以说它发力、从养生、从积极的实用都达到了一个很好的结合啊。这个从任尔齐、孙虎城、宋彦彪、宋铁龄、宋庭山、贾用高，这是。主要是宋时荣老先生的弟子，因为这个宋师德老先生在学成以后，30多岁的时候就出家云游四方了，啊，就那个时候从记载他就是他那个时候云游四方，他的足迹就到了什么，就是东至高丽，西至俄罗斯，啊，就是韩国、俄罗斯、新疆这个大漠，他都走云游四方，那个是侠义的这种，侠义之师的那种轨迹啊，他云游四方去了。所以说，很多的时候，他们的兄弟几个的这个权益，主要是由宋世荣老先生来传授啊。你像我们就是也保留了一些，也保留了一些过去家里的一些照片啊，就是刘老的照片。你像这个就是。从我的曾祖母她的照片，因为在文革，在中国文革的时候啊，有很多这个老的照片被这个上四旧，就一次修啊。这个照片呢，就是还是一个就是用玻璃底板做底板的，做的这个照片，因为它这个底板在那放着久以后，擦了一看是这个玻璃底板，把这张照片洗出来。所以对那个时候就宋铁龄是多大岁数？他拍这个照片啊？不是，第二行的这个，第二个这个是90岁的，所以宋铁龄这个是在九十岁的时候拍的照片啊，his pop 啊 ，really nice。这些里边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说我们一些过去老前辈留下的活动啊，一些照片啊，还有家里一些活动的照片。你像这张照片是比较就是珍贵的一张，比较珍贵的。这个照片是什么时候？就是在60年拍的。它就是从这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开始它有一个这个武术推广计划，这个作为就是形意拳属于是第2批的推广，它就是成立一个编写小组，当时编写小组的人物有这个宋铁龄、顾学宽啊、赵永昌、吴立孝啊。李桂昌、郝学儒、苏东元和李三元，这3位是当时是政府的官员，他们就形成一个编写小组。他把这个编写的小组后来就提供给了国家体委，但是赶上那个就是中国大家都知道，在那个60年前后以后就有一个自然灾害，3年自然灾害。后来又有文革，所以说这个形意拳的推广呢，就没有人知道。This is in Tim Cutler's book. I'm pretty sure there's those pictures. 这个从这个老前辈留下的拳谱来讲，这个易筋经和洗髓经，这就是原来。家里这个习练少林拳、划拳、弹腿的时候，他们老前辈留下来的啊。这有这个宋世荣老先生亲笔的抄的这个内功四经啊，还有一些山西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拳谱的这个就是我们都现在都在家里都有收藏啊。这个菱角刀呢，就是作为就是从过去的老的拳谱上。有这个菱角刀，但是没有练法，没有这个刀是什么样的，它光有一个文字记载。这个就是宋世荣老先生根据他习练的这个体悟，和对这个菱角刀的理解，就从还有这个模仿这个动物的这个麒麟角啊，模仿就形成了脑子里有个概念，设计了这一副刀，就制作了这一副菱角刀。制作这一副菱角刀，所以说因为其他人的门派没有，所以说也就成为了宋时期的独门兵器。